因为其实我在打球不是我，因为医院是我爸逼我去打，然后我偷跑下去，就是因为我爸以前就是他很喜欢棒球，然后他自己有打垒球，因为公司都会办垒球比赛。既然你选择就坚持到最后，就是会督促我们。没有，我左手、捕手跟一三垒。捕手从国小开始到国二的时候，因为身材嘛，挡得到，因为面积比较大，捕手比较好丢。本垒攻防的话，因为那时候还可以冲撞，你太瘦已经撞不赢，这种50几。我会在比赛前，对，我会先把有可能会发生的画面先想好。其实我自己在投球，有时候都是我自己会配，我会跟捕手就是这个他配，下一个变我配，这边模式一直交换，比较不会被抓到，他就不会就是跟你吵。因为有的捕手就是他比较强势，就是你都要听他的，但是我都会先跟他们讲我的想法，然后为什么我要这么做。其实是一种球感嘛，因为我一天没有碰到球，我都会一直拿着球，就算在家，我就是会一直拿着球。心理跟配球的话，我都会用游戏。以配球来说，我会用我们都玩线上游戏那个全民，我主洋基跟中华。